阿弥陀佛，大家吉祥！啊，我们啊，这段时间啊，跟大家一起啊啊学习老法师对于一条龙的开示啊，这个在第一周。 啊、哦，有发给大家的资料里面，啊啊，应该是最先呢、啊、提供给大家的。好、哦，那跟大家交流这一段时间，啊，这一篇开市啊还没有交流完。哦，啊、呃，主要啊，呃，跟大家谈了不少，啊，自己。 啊，走过来，啊，比较多啊，失败的经验，啊，惨痛的经验呢、啊，供养大家，啊，因为前世不忘啊，后世之师啊，啊，也希望啊大家呢少走啊，承德的弯路，啊，包含啊自己所观察的。 团体的一些情况啊，也刚好谈到的时候啊，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好，哦，那当然哦、啊，我们说理事不二啊，理事啊要圆融啊，我们从经典当中。 啊，从老法师的教诲中，我们了解很多义理啊。那这些义理呀、啊，要用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事情上面啊。境界当中啊，啊，所谓理有顿悟啊，事要渐修啊。比方说，我们这是都知道。 发脾气铁定不好，这个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在面对事情，我们能扶得住、称会啊，那这个得不断下功夫了，所以在《佩玉篇》啊，这个是弘一大师，啊，他将啊自己学习两个大儒的。 读书笔记啊、哦，把它揭露出来。哦，那佩玉啊，啊、哦，那古古代读书人常常佩一块玉啊，啊、哦，因为玉呢，它有五德啊。哎，看到那个玉就想，哎，我自己的行为啊，有没有符合这五个德恨德恨？ 都是在提醒自己的啊！比方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呃，看到如意啊，啊，那个如意的形状，就是回过回过头来叫回首如意、啊。那佛门的修学啊，啊，我们说三十七道品啊，这个是通大小乘的。 其实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大家一定啊，有读过《阿弥陀经啊》啊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修哪一些功课呢？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这经文我们很熟悉啊。但这一段话很重要啊。 哎，往生的人从哪里学起啊？五根、五力啊，五根信、静、念、定、慧。可是三十七道品、啊、前面还有三个科目啊，叫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哦，那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 要往生呢，要先把这个基础扎好。好、哦，好、哦，那这个我们呢，后面有时间呢再来讨论啊，不然今天呢，啊，我们可能啊，啊，老法师这个开示啊，我们又没有进度了啊，这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啊，不能赶进度。 也不能没有进度啊！<laughs> 哦，都都要守住中庸之道。<laughs> 哦哦，但是这个经文呢、啊，我们都得要深入啊，不能筹码看花啊！每天读五根、五力、七不低分、八圣道分，其实我们去体会一下就很有道理了。要往生的人呢、啊，一定要放得下这个世间。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啊，啊，哎，优西大师啊，这个在《阿弥陀经》的注解当中啊，三大注解啊，其中一个就是优西大师的圆中超啊，还有莲池大师的苏超好，偶益大师的要解，这、就是最有名的三部注解《阿弥陀经》的。 啊，那优希大师对于净土啊的教导啊都非常深入。他老人家提到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甚多爱护啊！哎呀，怎么可以在贪恋世间任何东西呢？啊，不然就被他拉下来了。 啊！极乐有一念之不一，临终被此念所转。啊，省多念乎啊！啊，我们念头很多，牵挂忧虑的事多，才会念头多。啊，心上牵挂忧虑的事少了，也不会那么多想法了。 啊，尤其我们已经学佛啊，接触念佛法门了，啊、哦，那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啊，啊，称名即是遇光时啊，佛光助照啊，共灭善身啊。啊，称名即是遇光时啊，珍重此时、啊、莫空过啊。 知道万德洪明，能灭重罪了，那铁定不死一秒钟空过啊！好好念呐、啊，啊、哦，所以不能提起佛号，一定是很多担忧、顾虑的事情。这个就是放不下了。好、哦，那为什么放不下？看不破啊？ 所以三十七道饼，第一个试念处啊，就是帮我们看破的。啊，观身不净啊，这个身体九孔常出不洁之物啊。那贪爱这个臭皮囊干什么？哦，那大家不要一听又产生执着了。好，不贪爱他，糟蹋他 <laughs>，那就不对了啊。 所以都不能偏，哦，你不能执着它，你又要善用它，借假修真呢、啊。借这个臭皮囊、啊，他也劳苦功高啊，陪我们几十年啊，啊、哦，但是更重要的，不能搞不清楚啊，把这个臭皮囊当自己，然后每天伺候这个臭皮囊。 那搞得自己很累哦，我我记得啊，有一年呢到法国开会啊啊，结果有一天有空档啊啊，那有同修邀请啊去逛百货公司啊啊，老法师带着我们逛百货公司啊，我要去以前想我的功力够不够啊？ 这个逛百货公司要不被净转才行啊 <laughs>、哦！结果一进去，大家想一想，一楼都卖什么？卖女人的东西最多啊！所以我们一接触这个境界就知道了啊，谁的钱最好赚呢、啊？<laughs> 女人的钱好赚呢、啊 女人的钱为什么这么好赚呢、啊？哦，你再继续观察下去，这个思念处讲的有道理吧？观身不净，你知道这个身体不净，你还会每天因为这个身体啊，我们不要说身体了，就说脖子以上吧。啊，诸位女同胞啊，大家想一想，女人一天脖子以上要花多少时间？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要花多少钱呢？啊，一天。<laughs> 哦，你再继续思考下去啊。一个女人花很多时间在脖子以上，那她照顾家庭时间不就减少了吗？啊，所以你看这个家能不能兴，还是要衰，就看这个女人颈部以上就看出来了。 哦，见微知著啊！啊、哦，所以为什么古人他看事情，他能看得很远、啊，他能看得很深呢、啊？他能沙盘推演呢、啊？啊、哦，当然都是依照道理推的嘞，不是乱推的哈、哦。啊、哦，乱推就变江湖郎中了、啊，那那不对的啊、哦。 哎，我们看到《群书资料里面有啊，啊，纣王啊，有一天吃饭，啊，拿了一一根象牙筷子。哎，诸位老师，我不是讲故事而已啊、哦，啊，我们当老师的人都要形成这种能力啊，看孩子一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到他家庭的情况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行为会影响他的未来啊，甚至都可以决定他幸不幸福了。哎，一个孩子患得患失，这个心态你不赶快纠正，他他铁定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冷静观察，哎，祖师大德，他成就都几岁啊？ 大家去查一查高深《高僧传》《净土圣贤录》，尤其《高僧传》，都是二十多岁，啊，朗然大悟啊，明心见性了。啊，好像《高僧传》里面没有看过六七十岁朗然大悟啊。哎、欸，这事，这都是事件呢、啊，人物啊，背后的理在哪？ 在于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呐、啊？哎，等年纪大了，第一个身体的体能没那么好了。哇，我们看那祖师一天念十万声啊，那没有体力念不了啊，念到了没气了、啊。他身体强才能这么用功啊，再来，年纪越大。 你看，孔子都提醒了：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诸位老师啊，这一句话对我们教学很重要啊。老法师啊，在我们有召开一次六合镜的研讨会里面呢、啊。 语重心长说：“啊，现在这个世界啊，归二郎神管呐、啊。哪二郎神，豺狼跟色狼啊！我这句话严重哎、欸！哎，只要孩子从小他没有扎好这个根基，那他一生可能就被这个二郎神了。” 完全把他掌控住了啊、哦！我们看青少年，哎，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在哪里？除了他的德行、智慧之外，他的体魄啊，一直在往下降。啊，印光祖师讲，现在很少找到人了、啊，寿终正寝。 为什么都被色欲啊影响了啊？身体啊都受到很大的损损害了，耗损啊、哦！所以《太上感应篇》啊，为什么老法师一直让我们扎根啊？淫欲过度啊啊，都在提醒啊！ 哦，当然，陈德讲到这里啊，啊，大家首先呢、啊、要守住忠恕之道哦，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然在座有结婚的人，哇，那一下子听我这么讲了，啊，回去一下子啊，对另一半要求太过了，完了麻烦了，我还造成你们。 家庭纷争呢？啊，所以诸位老师，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啊，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啊。佛门说“入不二法门”啊，说而无说啊，你们是听而无听。哎，这是不二啊，说跟无说不二啊。 这样才是真的领会到哦，不然陈德刚刚讲的那一段话，会成为你去要求别人、要求另一半的借口哦。那我一个出家人造成你家庭纷争了、啊，那我不就太阿弥陀佛了吗？哦，所以这个讲课啊，这个随时啊，都要拿捏啊。 啊、哦，我们当老师的人，呢，有时候一个道理讲过去了，哎，要看着学生的眼神呢、啊，他会不会领会偏掉了，领会错了，其实眼睛可以透出来的。哦哦，那跟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啊、哦。哦，假如是跟大众讲课啊，啊、哦，有时候都是第一次来的，不可能讲这个了。 不可能讲这个事，你还是要讲啊，含蓄一点而已啊,啊，用什么方法呢？啊，告诉他们，哎呀，诸位太太啊，诸位女士啊，啊，你知道不要杀生啊，可是你可不要回去啊，昭告天下，昭告你全家的人，我从今天开始不煮肉给你们吃了，哇，他们会跳起来。 举一反三嘛，对呀、啊，我们在面对世间的五欲，我们都要守中枢之道啊，不然学的东西会用错啦。所以为什么学佛学了之后觉得，哎，自己也没有比较不不烦恼，家里人也不认同、啊，佛法又那么好，我也不怀疑，怎么会这样呢？ 自己也有困扰啊、哦，所以儒家的基础啊还是顶重要的、啊。好、哦，为什么印光祖师要说世有大儒啊，时有高僧啊」，这已经点出来了，大乘佛法要有基础啊。 人情事理都不懂，一下跳大乘那么高的教理，哦，那么圆融，怕用错了，哦，哎，大乘佛法论心不论事啊，啊，所以没关系，我吃肉没关系，我超度他们，哇，那就麻烦了，一句论心不论事啊，变成他狂妄了。 你要真超度得了才行，啊 <laughs>，不然他又是讲课的人，一下子误了多少人啊、哦？好、哦、所以我们当老师的看事要深入啊，要看得远啊，还要看到流弊的问题啊，不能产生副作用啊。 啊、哦，所以处理事情，啊、哦，我们佛门讲要用智慧，啊、哦，用我们世间话讲，合情、合理、合法，啊、哦，我们待会探讨的问题啊，就跟这个有关的，好、哦，好、哦，而。 李炳的老师还特别提醒啊，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是佛呆子是书呆子，会伤天害理啊，成不了事的。哎，他理论背了很多，子理废事的啊，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他又很固执，我对啊，我照经典思考的，做的。 他又很固执，就麻烦了。好，所以把教理啊能够学通，非常关键的。但是教理要学通，一定要啊从名师受戒，要跟着一个过来人，先觉觉后觉、啊。 所以我们不是说谁的书都可以看，我们自己还不能分别这里面有没有他个人的分别执着的时候，我们得要跟着名师啊，而且老师只有一个啊，这不是我讲的，老和尚在《十年姻缘》里面说的，学佛是师道啊。 老师只有一个，为什么只有一个？一个老师一条路啊，他对我们负责，他对我们的情况了解我们自己去看两三个老师的资料，除非我们能够汇通，那没有问题。你说一个初学的人。 他连听一个老师的东西，他都会产生疑惑了。哎，老师啊，这个经典里面说啊，“子闻来学，未闻往教呢。”哎，那《无量寿经》又说“未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啊”，那到底是去还去还是不去啊？你看，你听一个老师的。 你在教理当中都有可能会产生疑惑，更何况你跟着两个老师、三个老师，遣词用句都不一样啊！哇，那佛法的遣词用句，我们很容易一文解义的。<laughs> 对呀、啊，哦，佛在《金刚经》说的：“若说我有说法者，即是谤佛。” 不能解我所说意，连佛圆满智慧的都怕我们听了执着，啊，要提醒我们啦、啊，要听而无听啊，不是记一堆东西啊，然后呢要去套呵呵，要去套在事情当中套错了。 你是不圆融了啊？哎、哦，心神领会了就心神领会了，不懂不要挂碍，已经领会了赶快去落实，因为一落实心境一提升，你本来不懂的就懂了。我们现在怕怕什么？怕固执，我非得给他弄懂不可，我非得给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可，啊！你不给我所有的道理都搞清楚了，我不相信。哎，人也很有性格的，哦，那就随缘了。不然应该是什么？学会一句啊，落实一句啊。这个也是指路给我们示范的，这闲人呢、啊？ 啊！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了。他不是求知欲啊，他学每一个，哎呀，我已经明白了，我一定要好好去把它落实。啊，学习不能打包啊！哇，听了好多课啊，通通打包啊！啊，改天心情好了再拿出来落实。那等改天哦。 明日复明日啊，不能等改天了，当下。啊，这个就是舜王啊，之所以成舜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我们在座应该不少，我们舜王的后代啊，啊，陈姓啊，古月胡胡姓。 啊，人字旁啊，复姓、田姓、姚姓，这都是舜王的后代。舜王是什么？闻一善言，他听到一个好的道理；见一善行，见到一个好的行为。若绝江河啊，沛然莫之能御也。就是他那个明白一个好的道理之后，要去落实。 就好像那个合愧体啊，势不可挡啊，他就一定要去把它做到，这是他成圣的关键了。我们现在明白一个好的道理，听到别人啊一些不认同、反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决心啊，就跟着降下来了。 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传统文化断好几代了，大部分的人不会认同的，惑道者众啊，啊、哦！但是陈德强调的是说，你用言语要去让人家接受不容易了，因为他很难体会。 那不是他成长的环境了，可是你假如做出来就不一样了。啊、哦，家长啊，那《弟子规》啊，传统话，那那是古人的东西了。可是他的孩子假如把孝道做出来，他高兴了，他感受到了。 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家长啊？他跑来告诉你，你不要把我的孩子教那么孝顺，好不好？你们有没有遇过啊？没有遇过吧？啊，你教一个孩子有爱他的兄弟姐妹，然后家长说你不能教他有爱兄弟姐妹啊，不行不行，没有吧？因为现在的人他已经。 没有深入经典，他没机会。可是他一听人家否定的，哎呀，这些东西愚忠愚孝啊，他就落进去了。啊，真正深入经典哪有？可是他没有机会深入，然后他又被人家影响了。所以别人不接受，我们不要难过啊。从因缘来看，正常啊。哦 <laughs>，承德假如没有遇到老和尚。 我我也是，看法很多都是错的啊。那老和尚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那他也是觉得佛教是迷信啊。啊、哦，万法因缘生呢，所以真的能够用心去体会因缘了，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你不会去对立了。 不会去苛刻要求了啊！原来如此，他的成长过程就没有机会正确认知传统文化嘛？啊，他的任何的行为也都是他的家庭、学校整个成长因果相续的结果嘛？他现在的行为一定有因呢、啊。 他又不会突然变成这样，那对呀、啊。所以孩子现在的行为正常，我们有要求了才觉得他不正常。哦，就像我第一年教书，哇，那孩子很恨呐、啊啊。我一了解，他的妈妈是越南的，啊，生了他跑掉了。 他、啊、从小在庙会里面，哦，那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哇，那些叼着一根烟的爷爷都交代：哎，不能接近这些朋友。爷爷不识字啊，但是他知道交朋友要注意啊，不然都被这些不好的行为影响啦。 所以老法师这些法语啊，真的是通达人情事理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因为我们有觉得自己对啊，就有高下产生了，啊、哦，那个分别执着心啊就上来了。 啊、哦，当然我这么讲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呃。那我是不是不用用经典去思维了？我们能够判断对错，但是不在心里形成一种高下对立。所以大乘佛法强调的是心呢、啊。哦，那那这个只能问自己了，因为自己的心是什么状况？ 只有自己清楚啊！哪怕是人家修道可以看到你的心的，他也不会说破啊。为什么成年人要顾及我们的面子啊？好、哦、啊、哦，所以《我了凡四训》为什么说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呀、啊？啊啊，比方说。 我们已经动怒了，然后说我哪有生气啊？我没有生气啊，那那人家能说他生气吗？啊，他明明就生气了。好 <laughs>，所以啊，刚刚跟大家有提到。 啊！你看古人都都带一个玉啊，随时要提醒自己啊，不然这贪嗔是不好服的啊。啊，这个贪王圣人啊，他都要怎么用功？每天洗脸，看着那个啊，用铜做的洗脸盆啊，啊，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 要这么鞭策自己啊！这每一句都是重要的提醒啊！苟日新啊，就下决心，我要成佛啊，我要成圣啊！这个苟就是下决心了。啊、哦，藕益大师说的“斩然”就是下决心了。啊，未成何觉、啊？ 我这一生一定要去做佛，狗日星，啊，日日星，不能知少为主啊！我每一天要比昨天进步啊，啊，不然昨天有进步了，哎，自我感觉良好，啊，很欣赏自己。<laughs> 哦，那那那要落入知少为主了，啊，《了凡四训》。 哎，徐伯玉，二十一岁之二十岁之非，啊，二十二岁又之二十一岁之非，啊，甚至觉得，哎呀，我去年就像梦中一样啊，怎么还有那么多错啊？啊，你看他下改过的功夫下那么深呢、啊。哎，我今天怎么一直讲《了凡四训、啊》呢？ 啊，我今天的任务是要把《了凡四训》推荐出来啊！啊，想当年我是 tough sales 啊！哦，你看，你看这个好汉不啊？不是，你看又在提当年的啊、哦，这个叫落印象啊！你看习气来了啊、哦！这个叫呃老王卖瓜啊！ 老气横秋啊！啊，在习气上来啊，这个啊，诸位啊同、呃、道啊，大德同修啊，我错误的地方啊，你们你们都能判断的啊，啊，不要学我啊,啊！我说的对的，你们参考啊。哎、呃，好，哦，那啊，我们。 啊，刚刚提到了，这个孔子啊讲了，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啊，这个色啊，它染上之后啊，要再去掉很不容易的。可是，假如从小他的身心很健康，很有正气。 生活很规范，啊，都很重视锻炼，啊，血气都很通畅，啊，哎，一接触到邪恶的东西、染污的东西，他不舒服，因为少成若天性啊，所以这个打下基础很重要啊，啊，精满不失盈啊，气满不失死啊。 神满不思睡啊、哦，他的精气神提得很好啊。大家注意去看那个小孩子啊，哇，伊那郎卡称沙道会啊，哇，你看他的正气很足啊，他没有邪思邪念嘛，啊，有一个同老师啊。 啊，王伟杰老师，啊、哦，他、哎，教育自己的孩子很很用心啊、哦。那现在孩子大了，啊，他出来啊，把一些经验呢、啊、跟大众，啊，做分享，啊，其实最重要的，啊，他希望啊，天下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啊，这份心啊。 让我们特别感动啊！好，结果他自己回想自己小女儿啊，很小，可能啊啊呃几个月啊，或者是很小的年龄了啊，哎、啊，有点身体的不一样了、啊。啊，然后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啊，是中医师。 然后呢，他就开药，啊，给这个王老师讲啊，开完药啊，啊，跟他说啊，这个不是给孩子吃的，这是给妈妈吃的。哦，他他很纳闷呢、啊，我女儿生病，为什么叫我太太吃啊？他说，你女儿现在是纯阳之气呀、啊。 他会有这种围样啊，一定是你妈妈身体有问题、啊，透过这个奶水给他吃了。哇，这很,很有道理呀、啊。他他那个孩子无忧无虑的吧，他只吃母奶而已啊，那怎么会有这些身体状况？哦，所以这个从小啊，把身体。 根基扎好啊，身心健康很重要啊，孩子受用一生呢、啊。实实在,在在话，教孩子轻重缓急啊，都掌握在我们老师的手上了、啊。教他身心健康重不重要？他从那一刻开始受用啊，受用一辈子啊。可是。 你可能啊，一个知识给他背起来，他就考试的时候能写出来而已啊，得两分呢、啊，可能跟他一辈子不见得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面对现实当中，我们要和光同尘，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孰轻孰重啊，啊，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那考虑教他的东西，要考虑一生的长远性啊！啊，我们假如看到一个大学生，整个身体很孱弱，你说他的未来，他还要成家，会怎么样啊？他还要干事业，哇！我们看的是替他操心啊！哎，一纵欲了。 你看不懂事的话，读了大学那种多少玉啊，造多少地狱业报啊！我们都接触过一个女孩堕了十一次胎啊，她讲出来的时候没有惭愧心哎、欸，还有一种炫耀啊，我们听了很痛心呢、啊，为她痛心也，也为这些跟她有缘的孩子痛心啊。 那他感觉好像他很有魅力呀、啊！哎呀，这个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有时候人偏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摇头啊！饱食暖衣啊，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啊！这是我们古圣先王啊，都是我们的祖先在。 深谋远虑的、啊，故圣人有幽之啊！夫以五教啊，就是五伦大道啊，这个教育传了，在我们这个民族传了五千年了、啊，代代相传，不识字的也懂啊。靠什么？靠民间戏曲啊，他就在学了。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拿到博士学位了，他也不一定懂，因为学的主流是知识技能的、啊，伦理道德因果，他假如没有缘，他也不懂啊。哦，所以曾经跟大家问过啊，啊，哎，有把握我们的学生。 不得癌症的，请举手；不会离婚的，请举手；哎，能把下一代教好的，请举手；啊、哦，不会得忧郁症的，请举手。哇，你看这样问下来，哇，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教呢。这些都影响他一生幸福与否了。 啊，所以我们得总结总结我们曾经走过来的路啊，而且我们的环境啊，跟孩子一比啊，他们未来比我们还难呢。现在人心还在往下降哦，只是那个下降的速度有平缓下来了，不是说他在往上呢，往上从哪里看到？ 离婚率下降了，犯罪率下降了，那这个看得出来人心往上了。哦，所以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啊。但是这一句话就落实在我们当下敦伦敬奋。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 工作、班级、团体，来表好法，这就是对世间跟我们有缘的人最好的供养。因为你现在讲再多，他不相信了。啊，为人演说啊，演在前面才有后面说的因缘。因为没有演，他不相信说了。 要不，白说；要不还会适得其反。为什么适得其反？哎，我们把这些理讲出来了，他盯着我们，哎，你也没有做到啊，那是影响他的信心的。啊，所以这个时代还得多做啊，少说啊。啊，不是不说哈、啊，原成熟的再说，不成熟的先做。 先让人家看到我们是怎么把佛法用出来，自己的身心是怎么受用的，那就变原成熟了。人家主动来问了、啊，哦，那当然，人家一问了、啊，你也不能讲的太夸下海口啊。<laughs> 哦，哦，还是要谨慎啊，还是要谦退啊，嗯。 啊，人们常常拍胸脯，我跟你保证，除非你他所处的那些因缘，你都很清楚啊，不然一个人影响他的因缘分不少啊，这还是万法因缘生呢。好好，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啊，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哎，随着年龄增长啊，患得患失啊，会越来越重啊。你看，人假如不修行啊，这个求的心没有放下，哎，年纪大了，不止自己会跟人家比呀、啊。 哎，拿孩子跟人家比了，哎，拿孙子跟人家比了，啊，人比人气死人了，比出一大堆烦恼出来了。啊、哦，所以为什么，啊、呃，修行，哎，都是二十几岁成就了，有道理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染污少啊。 很容易放下，所以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孔子在《论语》里说啊：“后生可畏啊，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啊？后生可畏呢？” 啊，所以诸位老师，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啊，一听到孝道，眼睛就瞪，后生可畏啊！<laughs> 哦，很有善根的哦，啊，这么好的宝啊，要护住哦，啊，他可能是投胎的时候就已经想说，嗯、我要给这个老师教的哈、哦，<laughs> 他才下来的哦，我们得好好护啊。<laughs> 哦，他一遇到你就喜欢你个不得了啊，那都有前世的优越了。哎，但是孔子接着说什么？四十五十而无见焉呢、啊？哎，这个人到了四五十了，没什么建树了，那后面要再有真正做出贡献也不容易了。对呀、啊。 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好像看过一一部片子叫《英雄出少年》。<laughs> 哦，啊，我不是推荐大家去看哦，哎，这个是说，哎，真正他珍惜修行的因缘呢、啊，不要小看年轻人哦，二三十岁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成就、哦。 好，那刚刚啊，也跟大家提到了啊，我们跟着老法师啊去逛百货公司了我看到一楼啊有一个女士啊在做头发，哇，那这个做头发呢好高啊，用用个工具都把它架上去了，我也没看过人家用这种发型的啊，然后我就去问一下。 哎，他在这里弄多久了？他是三个小时了。哎、啊，我一想嘛，哎呦喂啊，啊，弄个头发三小时还没弄完呢。<laughs> 哦，哎，这个弄头发要花钱的。再来，这个洗发乳要花钱的，润发乳要花钱的。哦，你看，时间钱呢、啊？ 啊，连剪头发都要时间了，是吧？掉满地了。哦 <laughs>，oh. 啊，我什么都没说哈、啊，你们到时候去把头发剪了，到时候你先生来怪我啊，我什么都没说啊，<laughs> 大家看着办啊，看着办啊，啊，然后呢，啊，从这个头发接下来，哎呀，这个眉毛啊，眉毛啊。 哎，得花钱哦，啊、哦，有时候还要修啊，啊、哦，还有睫毛膏啊，哦，还要哇，还有花样的啦，现在还有要亮晶晶的啦，哦，都有啊，好、哦，哎，你再往下，哎，睫毛也要，眉毛也要，哦，哎，眼睛还有眼霜啊，哇，继续往下啊、哦，每一个部位通通要花钱。 哦，连这个脖子哇，项链呐、啊，耳朵好、哦，耳环哦，你看，啊、哦，所以从啊、哦，这个是从啊《群书治要》里面体会到的哦，因为这个纣王用了一个象牙筷子啊，哎，《论语》里面有说啊，啊。 应有三个人人呢，啊，比干、微子、机子是真正仁德之人呢、啊，有德行啊。所以大家注意看哦，一个朝代，你说他要灭亡的时候有没有人才啊？有人才，他没有用。 不然，人存政举啊！你看，我们在很多朝代看到，啊，比方说明朝，哇，都衰落下去了。哎，有一阵子还上来了，为什么？张居正一条鞭法，他当宰相了，哎，马上气象又不一样了。哇，所以中庸讲的很有道理啊，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啊，故为政在人。啊，所以我们谈君亲师啊，啊，一个为君者，他最重要的，当然他要修身，他才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而他手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用人。 你越高阶的人，不是要会做事啊，要会决策。哎，决策错了，整个团体的努力白费呢，因为方向不对啊。努力有结果，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因为方向错了，白忙一场啊！啊，所以决策权呢？ 哎，集思广益，最后呢，乾坤独断呢，得拍板呢。啊，每个人都不拍板，那这个决策怎么下？再来就是用人的权，他用对一个人，这个部门就安定了，不用操心了。啊，你用一个人，他还有他的团队。 他负责的部门还得让你操心，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呃、啊，说实实在在话的，现在当领导不好干呐、啊。啊、哦，你们假如有找到哈、啊、愿意来替陈德干这个这个工作的，啊、哦，你们赶快要通知我啊，拜托拜托。哎，好、哦，当然我也不是很激动，就交给他了，我也先了解一下。 他的背景了，他现在做我这个工作可以了，我下一秒钟我就让给他了。哦。哎，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清楚啊，不是你当一个领导者，你跑去第一线，哇、哦，在那里忙忙，你偶尔可以啊，你常常这么干，那你最重要的事不就误掉了吗？ 哎、欸，做事情是要理智的，不能是都是激动感情啊！哦，所以这个机子，他看到了那个象牙筷子，他说商朝要亡了。好、哦，因为用一个象牙筷子，他会不会？ 配一个啊，塑胶杯，不可能吧？啊，铁定拿个玉的杯子吧？啊，好，他拿来装菜的盘子是什么？黄金做的，不然怎么配这个象牙筷子？啊？好，你拿一个黄金做的盘子盛什么菜啊？ 清粥小菜，不可能吧？好，不好意思啊，帮台湾打一下广告啊！清粥小菜 <laughs> 好，你一定是山珍海味啊！好，你吃山珍海味的时候，会不会穿一个 T 恤啊？不会吧？绫罗绸缎啊！好，你在吃的时候，你会不会租一个小木屋啊？ 啊，星竹啊，溪头小木屋，不会吧？<laughs> 哦，你一定是雕龙画栋啊！你你那个一定是很高级的建筑物啊！好，这样推下来要多少钱啊？钱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 那这个这个朝代还能维持多久啊？他要人民的命啊，人民怎么可能不跟他拼命啊？人民没有办法过日子啦。哦，甚至于他草菅人命啊。哦哦，我们在这些历史故事都有看到了。哦，这个啊，妲己。 看到那个农夫，赤着脚啊，在在那里种稻子，哇，他的脚这么厉害啊，泡在水里都没事啊，他是什么脚啊？把他脚剖开来看看吧。哇，干这样的事情，那不把人民当人民了。哦，所以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以仁。” 仁慈啊！啊，失天下以不仁呢、啊？没有人。对人民仁慈关爱了。啊，一个朝代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啊,啊。为什么凝聚力这么强？啊，因为能体恤团体每一个人呢、啊。 那、啊、这凝聚力当然强了，啊、哦，哎，不能体恤了，啊，大家无力感了，啊，人心就离散了，哦，啊、哦，所以大家不能看外在的哦，外在哇，他公司上万人呢、啊，上万人有时候一时之间就倒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向心力了。 啊，我记得好十几年前，美国安然集团，啊，那在美国的企业都排在前几名的，轰然倒下，哦，所以都不能看外外在表象的，哎，他的 CEO 在贪财了，哦，还跟会计公司。 都商量好了，啊，高层几个人就把一个公司给搞垮了，啊，所以不能看外在呀，啊，都要体恤到那个无形的东西，啊，就像前面跟大家提到的，在《论语》里面很多为政的智慧。 我们带一个班级，就是为政呢。我们管这些孩子呢。我记得我们以前念书啊，什么叫政？管理众人之事，叫政、啊、那一个班级也是众人啊，啊，一个团体啊，也是啊。 甚至一个家庭亦如是啊，这些理都是相通的。好、哦，哎，军队看得到啊，哎，粮食看得到啊，人民的信任看不到。可是孔子把什么摆第一？把看不到的摆第一。哦，看夫妻同心啊。 那是无形的默契呀、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哎，啊，我们现在去看，哇，好多报道，哇，明星，哇，夫妻牵着手出来了，啊，身价都是百万啊，不是啊，这百万现在不算什么啊呵呵，身价呃上亿啊，十亿，哎，你过下个月一看，哎，两个离婚了。 这外在的东西都不能说是最关键的东西呀、啊，所以最核心的真的是信心呐，信为道源功德母啊，真的是信任呐。啊，一个孩子、啊、得到老师的信任呢、啊。 他的潜力会激发出来的，我不能让老师失望的。好，好，所以啊啊，这个啊，跟大家啊，就自己走过的路啊，做一个探讨。 啊，包含自己观察到的啊，他山之石啊，可以攻玉啊。啊，我们真的肯去用心观察，我们就不会犯同样的错啊，而且会少走很多弯路啊。不然。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啊，我们不把古代的这些做人做事引以为戒，我们不把前面传统文化的引以为戒，那再过十年呢？哎，又有这些心血轮的人上来了，啊、哦，他就会说：哇，当时那个承德法师也太夸张了。 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那他也在挨我了，<laughs> 我现在在挨前面的，嗯，若干年之后，我也被人家挨了。好 <laughs>、哦，好，哦，那昨天跟大家交流的两个问题，啊、哦，我们再看呢。 第三个问题，好，那诸位同道啊，哎，大家呢不能产生执着啊，就是大家不是每一次都是来听的而已啊，啊，您假如有宝贵的经验智慧，一定要供养出来，哎，供养出来是因哦。 得聪明智慧是果，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但是你假如没有供养出来哦，那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好，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呃，弟子面对有因生气而会有暴力行为的学生时。 辅导的方式往往是着重一般人什么时候会生气，生气有哪些生理反应？啊，当察觉到自己生气时，安慰自己生气没关系。啊，重点是在生气时要如何做会比较好。 才不会伤害别人及自己啊！那对此弟子也很疑惑，这样符不符合和佛法呢？啊，会不会增长了学生的嗔心？好好，那我们探讨事情啊，就事、是、论事。 哎，最后这句话很重要了。我用了这个方法，一定是达到什么效果？孩子的嗔心慢慢减少，那这个方法有效果了。啊，假如我们用的方法，反而他的嗔心没有减少，那这个就要检讨。 为什么没有效果？啊，我今天有一个任务，啊，是把《了凡四训》呢推荐给大家，啊，所以这个问题呀、啊，《了凡四训》可以回答，啊，而且呀、啊，几乎所有世间的问题，《了凡四训》都能回答，啊，你们假如遇到一个问题，你们觉得。 啊！我把《了凡四训》从头想到尾，头都快破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请你一定要提出来。<laughs> 哦，陈德是觉得《了凡四训》挺圆满的。<laughs> 哦，或许是我看错了哈、哦，但是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再好好探讨一下。论的理事非常圆融。哦，那。 我们都很希望啊，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用佛法来解决问题。哦，啊，那俗话常说啊，八面玲珑啊，八面因缘果，啊，体相用理事，这是八面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啊，主要用因缘果来论啊、哦。有时候你展得太开啊，有时候怕人家吸收不了了。哦，而从理上讲啊，最重要的啊是真心还是妄心啊、哦？我们呢、哦，不要小看小孩哦。 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他听得懂吗？其实对真心的敏感度啊，有时候我们大人还不见得比他们敏锐。为什么？因为他比较亲近。你告诉他要真诚，你告诉他要慈悲，他很容易接受。哦，你告诉他，你一生气哦。 哇，伤害你自己耶！啊，你生完气之后很累呢。他说：“老师，对对对对对，你给大人讲啊、哦，他还不会马上跟你说对对对对对哦，他还在那嗯想想嗯、啊，好像马上跟你说对，好像他就矮一截了。<laughs> 所以不能说小孩子听不懂啊。” 啊，当然，我们的言语是要以他能理解的这些浅词用句去跟他讲啊。好、哦，我我记得在跟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他们也去体会善恶啊。老师，我的肩膀上哦，好像有两个人在打架。呵呵哦，一个是希望我做好的，一个是这个不好的。啊、哦，我常常在觉得在在我肩上打架。 他可以感觉到啊，我的真心跟我的妄心、我的习气在拔河，他能感觉到啊，哦哦，那我们引导孩子啊，啊。懂得自爱，懂得爱人，这件事情这么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 还是有什么坏处？这个利害呀、啊，我相信一般人都听得懂。啊，利害、善恶、是非，这个都比较容易分析出来。啊，你邪正，啊，真伪，啊，那这个就看孩子的程度了。啊，我相信，其实我们老师也会。 入一种，哎，你你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你就会调到跟孩子的频率了。哦，这是教久了，你你很专注、很用心，你你一上那个讲台，就好像就就有那种感觉，很自然就上来了。啊、哦，所以佛经里说百千三昧啊。 哦，你假如煮饭呢、啊，煮得很欢喜呀、啊！哦，你一进厨房，哇，还可以用波若智慧，有什么就煮什么，煮出来呢，家里的人哇，色香味俱全，还吃得很高兴。你还不用看菜谱啊，菜谱还在那背来背去的、哎。你知道欢喜做的事情，你会很有灵感。 所以，整个圣教教我们，核心就是一个“爱”字，自爱、爱人。哦，而且你爱人的时候，你也在爱自己哦。你说这个不是不恶法门吗？治他不恶啊？那可不可以跟孩子讲？你看你在为别人的时候，助人为乐呢？ 你会很欢喜呀、啊，哎，跟你的性本善很相应啊！啊、呃，你你去打人的时候，你自己已经被这个嗔恨心啊控制住了，啊，暴怒伤肝哦。哦，你看你那么瘦，一生气能量耗损很厉害呀、啊。哎，这些厉害分析他都能体会到啊。 还是顺着，哎，同学也有父母呢。你那样给同学发脾气，还打同学，你说他的父母知道了多难过啊？那假如你被欺负了，你的父母也很难过、啊。哦，而且有因果，你中了骂人的因哦，你还得受骂人的果，被骂的果。 所以，我们老师假如对这些义理，我们每天都在熏习，我们也深信不疑。孩子一有什么机会点出现，我们会应激去跟他交流的。哦，他就感觉老师很为他好，在帮助他，让他越来越提升。哦，哎，这个《了凡四训》就可以让他多读啊。 哎，改过啊！啊，要发心啊，要发慈心，要发畏心，要发勇心。啊，发了以后怎么改呢？有从事上改，有从理上改，有从心上改。啊，都可以引导孩子了。啊，他知道发脾气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了，他不愿意这么做了。 那再跟他具体讨论怎么来改啊？我们前面有提到黄念老的六人，可能资料发的太多了，今天再补一下。你说可不可以教孩子？你用孩子的语言就可以教了，怎么会不能教？不可能不能教。那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 啊，他遇到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要现三岁生跟他说法，以他的语言跟他说法。哎，我们教书的人也是这样啊，面对低年级用低年级的语言，面对高年级面用高年级啊，甚至于我们一条楼还会遇到高中生呢。哎，遇到就是缘分啊。 那分工不分家嘞？<laughs> 你说我是负责低年级的，那个不该我的事啊。哦，那这个分别执着就很重了。<laughs> 说不定那个高中生跟你过去生缘分特别好啊。啊，这叫主办元浓啊，主低年级我是主啊，其他年级有机缘我是配角，配配合配合。配合 所以这个主办元龙很有道理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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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什么时候会生气呀、啊？他就去判断是什么缘造成你生气，可是因还在你身上哦。哎，你看其他的同学跟你遇到同样的缘，他不生气呀，因不同。 所以你看哦，我们今天有一颗红豆，这是因啊、哦，哎，放在棉花里面，棉花是圆，浇水，浇水是圆。啊、哦，它长出来了。好，今天红豆不放进去，你每天浇水，它会不会长？不会，因为没有因。啊、哦，哎，你把一个红豆放下去，也没有棉花，也没有水，它也长不了，它没有圆。你说佛法不能教吗？ 就让孩子很清楚，哇，原来缘都因都在我身上，外面只有缘。哦，哎，慢慢他就越来越成熟了，不会把责任推到缘上面去了。啊、哦，生气有哪些生理反应？那就提醒他，这个行为对自己会有负面影响。 哦，那当然，可能这些生理反应也是让他观察身心，然后在快要发起来的时候，懂得要节制，哦，不让他发得太厉害。哎，这个时候呢，啊，我实在忍不住了，先离开现场。哦，不然可能你发完之后很严重啊。哎，那也要给孩子体会啊，有一些事发生以后是不能。 倒带的，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的。啊，有个父亲很善巧啊，他的儿子脾气很大，啊，他也没去骂他。孩子一发脾气了，他带着孩子啊，到后院啊的这个柱子上啊，木头建的房子，木木的柱子。 然后就拿了一个铁钉，吭吭吭，把它钉上去了。哎，过了一段时间又生气了，一天生气好几次啊。他父亲都把他带带到后院去，哎，再钉一个，钉到他自己很惊讶，哇！我一天生那么多气啊，我一个礼拜生那么多气啊，钉的整个柱子满满的都是铁钉了、啊。 他慢慢警觉了，啊、哦，慢慢越来越少了。他看的很很惊讶，很害怕了，哎呦，吓死人了！哎，终于有一天呢、啊，他不生气了。哎，他父亲带着他，哎，你不生气了啊、哦？把铁钉拔一颗起来。哇，他不生气，每天可以拔一颗啊。哎，他内心里面觉得，嗯，不错不错。哎，拔到最后，他很高兴啊。 接着他父亲告诉他：“你铁钉都拔掉了，都没有了，你现在看到什么？千疮百孔啊，都是钉进去的痕迹在那里了。所以孩子，你这句话出去了，可能这句话已经不不存在这个时间了。可是呢，这个伤害就像这个孔。” 留在对方的心里，可能他十年都在，是这个流流血受伤了，他一想到就难过啊。那我们这个跟这个同学能够当同学，哎，全世界七十亿几亿人呢，我们应该互相爱护啊，而不是去伤害对方啊。 要珍惜这个缘呢、啊。哦，那你看这个父亲，他让孩子去用直接接触去感受了。哦，所以当老师有时候啊，也得要多让孩子在情境当中去感受这些义力。他就很深刻了。因为毕竟你在论述啊，相对比较抽象。 哦，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教学是带七个小朋友，一年级啊，在关山呢，刚好有一个老师生产了，找不到代课老师了，因为那一年改了，以前都是高中毕业就可以代课了，那一年一改，大学毕业才能代课，结果。 东东边的年轻人都跑西边去工作了，啊，我这个西边的年轻人跑东边去了，找到我了，推都推不掉，幸好没推掉了，所以佛菩萨慈悲啊，我这个悟性太差了，啊，不知道教书有意义啊，啊，还得佛菩萨点化我，啊，我记得我当初教书很忙啊。 啊、哦，每天要想呢，还、哎、我我要教这些自然科的内容，哎，怎么去让他感受呢？啊、哦，然后就在房子里找个盆，这个这个舀水的盆子啊，哦，还是到院子里去摘一个瓜啦，什么，反正就在那里想，我、哎、我用什么道具啊，可以让他们体会比较具体。呵呵哦，原来那时候没什么教学经验的、啊，但是挺有热忱的。 但是出发心啊，要保持 <laughs> 哦，所以我我是有时候跟啊一些年轻人啊，他他要教书了，哎呀，我很担心我教不好啊，啊，我说不要担心啊，大学说的，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啊，虽不重。 意不远矣啊！一个妈妈没有生过孩子，她很紧张啊，我能不能把她照顾好啊？但是她全心全意啊，啊，没有达到一百分呢，不可能低于八十分呢。啊，这心诚求知啊！啊，我去问过一些老教师啊。 我请教他们，常常回来找你的是你什么时候教的学生？好、哦，他们都很快就回答：“哎呀，我刚毕业啊，大他们没有四岁五岁啊。<laughs> ”哎有啊，我妈妈那个年代十六岁就出来教了，那高年级的同学十二岁啊，十三岁啊，差不了几岁啊。 哎，不是这么教过来的吗？而且这些学生还常常找他啊，啊，甚至于我妈妈说，这个，哎，当时我打的很厉害的，每一次在路上远远看到我老师好，哦，我妈妈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当时我打他打的比较凶、啊，<laughs> 哦，现在好像局面不太一样了、啊，不能打啊、哦。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啊，你们也什么都没听啊，啊，年代不同了，因缘所生法哈、啊，因缘所生法。他说，反而那个成绩很好的，看到他，嗯，溜走了。为什么？看事不能看表面，看心。这个还是不会读书啊，但是挺仗义的。 哦，所以你打他，他知道你为他好啊，他不会记恨你嘞。但是你看起来成绩很好的，他 care 的就是分数啊。哦，所以有有一次，好，我我班上一个戴着眼镜的，哦，我在那里给他讲德育故事，讲讲讲，讲他，老师，你讲的这个又不会考。 哦，害我都快接不下去了。<laughs> 你看这个孩子都在在乎什么？考试，考试，考试。你说这个孩子拿了第一名离开了，他会记住你吗？<laughs> 但是我们当老师的当下能不能感觉那个学生的心呢、啊？感觉到了就可以因材施教。 不然啊他这样继续下去，他一生不会快乐的。他都是功利主义啊！哎，连我们这么卖力演出讲德育故事都不能感动他，<laughs> 显然的充斥在他的内心里面的 number one 的就是分数了。好、哦，好。 啊，那当察觉自己生气时，安慰自己生气没关系。哦，我想这个没关系呀、啊，呃，不知道是我们现在台湾的遣词用句啊、哦，还是啊、哦，等于是说这个没关系，在孩子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理解是蛮关键的。 哎，这个没关系，是不要太自责。啊、哦、那这个是，要不要让他自责是对的。但是，假如这个没关系是让他生了气以后觉得哎没关系啊，对别人也也没关系啊，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引导他了。啊、哦，这个发脾气对自己对别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重点是生气时要如何做会比较好？啊，那这个就分析给孩子看了、哦。你已经发了，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哦，这个都是要让他能够去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去了解会造成什么结果，沙盘推演呢？再来进一步引导他。 怎么让自己别生气？啊，这个是生气了怎么处理症状啊？怎么让自己不生气？根本啊，标本兼治啊，都要教啊！啊，生了气不要让这个气呢继续做大，哇，那有时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了。好、哦，好。 哦，那不知道陈德这么探讨啊、哦，呃，刘老师有没有听了之后，哎，你有另外的角度可以再继续探讨，再提出来，就事论事嘛。哦，有的话可以提出来啊，哦，或者其他的老师，哎，你们有特别宝贵的经验。 也可以供养出来。好，啊，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啊，阿弥陀佛！哇，这个问题呀、啊，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在校老师都要面对的。 根据台湾目前的法规，只要小孩身体上有被打的痕迹，加上疑似是照顾者打的，就要通报到社会处的上层组织，啊，让社工介入，啊，往往负责的是学校辅导室的教师，啊，可能是辅导主任、辅导组长。 啊，或者专任辅导教师，啊，然而现实层面，啊，是主任有时觉得是不用通报的，啊，主事者他觉得不用通报，哎，但是不符合法规，啊，或是通报后，学生反而被父母下了封口令，说。 不能说自己被打，或是有伤痕史，也不敢让老师知道。请问，到底是通报好，还是不通报好呢？这通报啊，是法规的规定，啊，而在现实层面中啊。 可能啊，当事人啊啊，或者老师、啊、会压一些有伤痕的案件没通报啊，因为知道可能当地政府啊是不会成案的。好、哦，我现在都没有那个把那个地区念出来，因为太敏感了，嗯，<laughs> 好。 好啊，或者导师不希望通报啊，不知道有没有犯戒律，因为戒律有说不违反国法啊，也有过哎，自己觉得要通报，可能领导觉得不用通报啊。假如这个时候老师还是通报了，那。 有可能会造成领导跟他相处啊不愉快了。哦，你看，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啊。啊，那假如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办法把佛法、把传统文化用出来，那那我们自己也都会在这些困扰里面呢、啊。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跟人家讲有佛法就有办法，底气就不够了。嗯 <laughs>，好，那我们就问题呀、啊、来看啊，从从整个整个客观社会的缘分，甚至于他的法令，他的。 整个风土人心、情理法都要考虑在里面了。在西方社会啊，第一个字是法；在东方社会，第一个不是法。但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啊，这个是已经形成了。 这种人在处理事情当中的先后顺序，好，所以为什么叫什么叫义呀、啊？义者宜也，就是很适宜、很适当。好，那叫合情、合理、合法，三个要圆融的去考虑。 哦，那陈德啊，先提供啊几个理。首先从持戒的角度啊，持戒开遮吃饭。你该开戒的时候不开戒，那就变执着了。你明明知道这样做下去其实对事情没有帮助，但是我要持戒呀、啊，那变执着了。 哦，所以该开源也要开源哦，所以这个持戒也是一门学问哦。哦，举个例子，啊，有一只兔子从一个修行人前面跑过去了，很快的一个猎人来了，啊、哦，他问你，兔子往哪里跑了？那我们要怎么说啊？ 啊，我告诉他了，哎我，我吃戒了，我没，我没有妄语啊。可是那兔子会死呢，再来那个猎人会造杀业呢，那这个时候该不该开啊？该开了。啊，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啊，是要考虑到。 第一个考虑到学生，因为这是他他是最核心的，考虑到学生，你不能这一件事情让他很痛苦、很有压力，啊，哎，他又被老被被父母又压他，你看他他的健康心理健康会因为这件事情越来越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随时要能体会到孩子的心理状态。哦、oh,，那不止还要考虑他的心理状态，还得考虑他的父母的心理状态。哎、hey,，还得考虑我的主管，还得考虑我相关的这一些干部，都得考虑在内呢。 所以我们首先呢、啊，处理这种事啊，要一来没有私心，没有得失，而且甚至于什么，面对所有的人，我们的内心不能有对某一个人看不顺眼，对某一个人有成见，这样有时候处理下去、啊，有时候会掺杂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哎，会基于义气哦，会迁于感情。比方说，你对孩子很有感情，但是太有感情的时候，你在跟他父母相处，有时候他父母会觉得你你跟他有对立哦。所以，这个佛法里讲慈悲为本啊，不是对对学生慈悲而已啊。你要让每一个你接触相关的人都让他感觉你是来护持他的。 来帮他的，不是来给他添麻烦的。当然，这个不简单了、啊。但是，你真有真诚、慈悲、爱心了、啊，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好、哦，哪怕他现在不能感受到，他人生经历个一年两年。 他就会感觉到了，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处理事情，人家不能理解，当然我们的心都用对了，不能不能有贪嗔痴在里面，都用对了，还有人误解你，也是好事，消业障啊，啊，一心为公了，还为人轻贱呢。 《金刚经》告诉我们：先是罪业因堕恶道，我们过去生种了三恶道的因呢、啊，所以现在一心一意为众生，还会被人家轻慢毁谤，不理解。但是他，他一轻慢毁谤，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老和尚明理啊。 面对人家毁谤侮辱啊，还给他立牌位，帮他回向。他帮我消业障啊，他是来成就我的。哎，老和尚把五十三餐、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的，连毁谤他的人都是来成就他的。哦，那我们有这个心态呀、啊。 面对一个人，经历一件事，我们就向上提升了。哦，所以这都很考验我们的定力哦，考验我们的心态呀、啊。啊，我们一发生事情，我们产生好事坏事了，一产生这种坏事的感觉，我们的能量就马上下降了。啊，一不分别执着了，啊，随缘妙用。 随这个缘，护念所有的人，佛菩萨派作业给我了。哦，好，那我们要考虑情理法。当我们都是考虑情理的时候，说实在的，当地的官员立一个法令来解决问题啊。 那都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是吧？我们都可以想象啊，你推演一下啊，我们有华人朋友啊到美国去移民了，哎，小朋友到学校去了，啊，老师就告诉他们啊，爸爸妈妈打你们，请打。 幺幺九啊，不是、啊、举例的啊、哦、老师就教他们这个了。你你说孩子那么小，假如刚好遇到这个小朋友什么都听不进去，只认棍子，那这个孩子怎么教啊？再来啊，其实这个都是恶性循环。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他不会乱发脾气的了。甚至于他真的处罚孩子，孩子的感受就是太对不起爸爸妈妈了。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呢、啊。我这辈子就被我妈妈打过一次啊,啊，那真的是痛在娘心啊！打两下也不是很大，不是很重啊，妈妈头就一回，流泪了。 我们都感受很深呢、啊，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啊。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父母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了，人不学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什么，尽力啊，有缘多跟家长沟通教育的这些理念，哦，把好的这些经典。 好的老法师这些教诲供养给家长，其实可能事后他自己也很后悔啊，他控制不住自己脾气啊。可是你去的时候都是感觉是要要为他整个家好啊，这个时候你在推荐这一些啊，甚至于他都感觉到你都在给他留情面呢、啊，你都在替他挡、啊。 你看这个这个照法令，这个要上报的，哦，那你当父母，这个有时候孩子这些情境，有时候忍不住可以理解呀、啊。但是我们怎么压？那毕竟到时候压不住怎么办呢、啊？你看，我们都可以很坦诚的跟他沟通啊，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厉害啊，啊，甚至于对我们的主管，啊，他他不同意通报。 你也要问他，那领导你的考虑是什么？啊，等到他讲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有灵感了。但假如突然会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应对呢？可能你的主管呢？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啊？哦，所以都是沟通的机会呀、啊。啊、哦，好。 哦，那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呢、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不然有时候我们学佛会放不开啊啊,啊，看自己的心是为一切众生，这个是属于开源啊，这个就不属于犯戒了。哦。好啊，那这个是承德啊，就。 这个问题提出来一些理上，那可能事实上我们还会遇到不同情况或者具体要怎么对待，啊，也可以请刘老师或者其他你们曾经遇过的，你们可以提出来现况，或者是你曾经处理过的经验，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好，假如你突然明天灵感大发啊，哎，希望你把它写下来，哦，然后发给我们，我们再让大家，因为为什么缘起法界，我们一起探讨了，明天你的分享一出来，大家印象深刻，都受用了，啊，假如你一个月再出来，那不一样了。 啊、哦，那个热度啊，凉了一大半了。啊、哦、啊，明天就出来，或者现在就探讨，印象深刻。所以一切都是因缘法，它它是有差异的。哦，好好，我们请陈校长。啊，阿弥陀佛啊，尊敬的法师，还有各位同修大德啊，当初在担任国小的校长，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通常哈，就有时候如果程度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体罚问题，我们真的会请家长到学校来，哦，也是跟刚刚法师分享一样。我们请家长到学校来之后，哦，那家长通常啊就会一直抱怨孩子这里不,里不听话，那里不听话，那里不听话，然后我们就帮他想办法，也请啊，当然孩子是不在场，我们请导师一起过来。 哦、啊，老师、学校主任，我们一起帮家长来讨论说，怎么样来帮忙家长，我、哦、来解决孩子在家里这样的一个不听话，或者是我、哦、有的是偷窃啦，啊，有时候是经常、哦、啊，常常有一些家长很懊恼的问题、哦。啊，经过这样子跟家长一起来协助，那也告诉家长相关的一个法令，我、哦、让他知道。 绝对不能再用这样子比较伤害性的一个提法，那家长也知道说法令的一个层面，啊，经过这样子一个，那也告知了学生说，啊，而后啊，绝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已经跟你的家长已经起了一个联系，我们一起来改善啊，所以通常经过这样的一个啊，亲师啊，还有学校行政大家一起来努力，通常是有成效的，而且社工哈。啊 他们其实，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也是抱着说：“哎，家长是不是对学生有真正的一个身心的伤害？”如果家长只是一时的气愤，通常他们还是以劝导为主了。啊，这是以前处理的经验。恭迎大众，阿弥陀佛。啊，谢谢陈校长。哦，这个就很具体。啊、哦，怎么来应对？啊、哦，而且。 我们也随喜我们台湾的自公啊，也是情理法，不不不是说一下子哦就就用法了啊，也是会衡量啊情节的轻重啊来处理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动机呀、啊、是希望孩子好，希望他的家庭好嘛。啊、那当然情节重的。 那有时候啊，该处理啊，也得快速处理哦。这个都要依情况判断。为什么佛门说无有定法可说啊？你得看实际情况啊、哦，他假如已经严重到很危急了，那到时候造成无法挽回的情况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好、哦，到时候会追究责任的、啊。 那那就很遗憾了，好，好，那纵使啊，我我们也有一个信念啊，纵使很严重，都能处理，啊，啊，一只要我们用对心了，再严重的问题呀、啊，都是往改善的方向在走。 那可能大家也会想了、啊，那他假如业太重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呢，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呢、啊。我得尽力呀，啊，尽了力。 一个孩子，甚至于他的家庭，在生命当中见到一个老师是完全为他好的，他一定会留在心上。啊，我们不知道他的业力有多大，啊，但是我们相信孩子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爱的，啊，所以他会来找我们的。 啊，或许是一年后，或许是十年后，或许是三十年后，或许是下辈子。但是我们已经跟他结下了这个缘了。啊，连佛菩萨他都不能说我马上可以度这个众生，因为万法应缘生，啊，不可少善根福德应缘呢。 啊，所以我们安住在这颗真心上，啊，我们全心全意，这个缘就结得很深很深了，啊，结得越深，它越早起作用，就对了。哦，你说那可能他又要经历千疮百孔啊，那也是他的缘，为什么？他过去生造的业因。 他这一生不寿都不行啊！啊，我们看到释迦佛被灭族了，佛陀也挡不了。可是大家也不要太啊，因为世间这些伤啊、害呀、啊，甚至是命没有了，而产生内心很大的担忧。 恐惧、害怕，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我们真有智慧了。有可能这个孩子五年之后回来，他已经又受了一些伤，可是你有倒立了。 你可以在跟他聊这些伤的时候，让他转烦恼为菩提啊，化危机以为转机呀、啊。因为其实人在面对他人生的逆境恶缘，其实也是在消他的罪业呀、啊。不然这个坏事不找别人，怎么找他呢？只要他的心态能摆正呢、啊，他人生所有的事。 都会产生正向的力量，可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心态素养，那就要看他受哪哪些教育了，他有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啊，可以建立起他这样的人生态度了。所以每个人总在遇缘不同啊。好，好，那谢谢。 啊，刘、呃、老师的提问啊、哦，还有我们陈校长这么宝贵的经验啊、哦，好，这个今天呢啊，要跟大家分享。以前呢啊，我还特别提醒自己，哎呀，不能没有进度啊啊，每一次进度都要两三行。你看我这这么提醒自己了啊。 啊，结果一看到大家太高兴了啊，得意忘形啊呵呵，又聊了这么一大圈啊。不过我们还有五分钟啊，我们还是聊两句啊，还是有进度的啊，还是有进度的啊。我我、哦，好，好、啊，我们前面聊的都跟后面有关系啊，啊，我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laughs> 哦，这些理事啊，应该都是相通的哈、哦。啊、哦，好，当然我也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啊。下个礼拜一定会很有进度啊，会很有进度啊。<laughs> 哦，那我们看啊，老和尚啊，他有说出来了，他是怎么修学的。 啊，他怎么应对因缘的？啊，他也传授给我们了。啊，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啊，进来不聚，进去不有，边都不沾。啊啊，人家问他就能答啊，而且还答的别人很满意。 我跟大家保证呢、啊，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只要肯效法老老和尚啊，所以我们昨天还引了几段啊，老人家在十年姻缘啊，李炳南老师教导的，哎、啊，教导他怎么学啊，接着老人家说了，所以啊，团结宗教。 这个工作啊，我来做，啊，我能做的成功，哎，师师傅他老人家在境界当中，他很清楚啊，啊，哪一些工作他来做，哪一些工作赶快要给学生做，不然学生依赖，依赖就得不到锻炼。 得不到提升呢、啊嗯，啊，所以陈德记得啊，一九年啊，在老法师的房间里面啊，老人家都已经、啊、躺下去准备休息了啊，突然呢，又从床上爬起来啊，对着我们说、啊：“我讲六十年够了，接着换你们要讲啦。” 哎呀，我当时听下来，师父讲也是慈悲，不讲也是慈悲啊。这个我们弟子要体会啊。佛陀注视是慈悲，佛陀涅盘也是慈悲啊。佛菩萨是慈悲啊，慈悲为本啊。他的慈悲在哪？他的行为上啊。 涅盘是佛陀的行为啊，哇，很多人看佛陀涅盘的，哭的稀里哗啦的，那是他情感作用啊，他看不到佛陀在提醒他什么啊。阿难尊者情也很重啊，哎哎，马上那个阿耨罗陀提醒他不能哭啦，你是逝者啊，有好几个大问题。 你要赶紧请教佛陀啊，不然就没机会了。哦，所以面对事情不能感情用事啊。那说实在的，佛真的离开我们了。哎，唐朝智者大师。 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我们都读过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来读啊，千百亿化身在哪？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宋朝弥勒菩萨走的时候，他都讲了啊，弥勒真弥勒啊，化身千百亿啊。 时时是时人哎、欸，他给我们表演都没有停下来啊！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是啊！啊、哦，所以了凡四训提醒我们，不能心出而演绎啊！好、哦，不知道我今天了凡四训有没有推荐成功啊？哦 <laughs> 真的这一部书啊，你讲的很透彻啊！真的，我们能深入了，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怎么改造命运，啊，怎么帮助自己跟他人改过迁善的。 好，啊、呃，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